份关怀与爱心。嗯，绝对会，那很重要，对不对？是。那2008年已经圆满落幕了，这个09年来了，大家可以多去观赏新加坡华乐团的一些演奏会、音乐会，那么会有怎么样方面的一些惊喜给观众呢？有什么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或是一些新鲜的尝试？当然，我们的开幕剧音乐会就在下个星期五、星期六上演。我们的这个新春音乐会《春花齐放二》啊，去年我们呈现了《春花齐放一》，就是以958的 DJ 同台演出。那么今年一样的，我们将城市频道958的 DJ 同台演出，也邀请到陈伟年，还有中国这个 CCTV 金奖二胡得主的这个演奏家这个王颖，那是一个乐季的序幕音乐会。是的，那么除了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 Chris Brubeck 将会回新以新加坡再次华语团再次同台演出。那么我们也将邀请到这个古巴这个美国籍的吉他大师 Mario Barriaco 与我们新加坡华语团还有中国这个名中阮演奏家刘欣的一个对话，中阮与吉他的对话，将是会为这个观众带来另外一轮的惊喜。那么最后就是这个，我们将邀请到 Yamamoto 一位很著名的扯巴日本大师扯巴的这个演奏家，及他的孩子山本真山还有一个这个日本的这个太鼓跟新加坡华语团合作。哇，听起来好多元化是，而且能够在这个保留历史的同时也不断的创新发展，让人非常期待。是展望